西部有两大村落，塞米亚和密西里，我们是来自密西里的狼蝎兄弟。等我换好子弹，管你是谁，打不着你。快冲过来了，我没子弹了。那就快点换好吧。是你们枪快还是我的刀快？快点快点，换好了。去死吧混蛋。敢惹我们兄弟，就是这个下场。狼蝎兄弟真是有趣的组合。不过你们在找人吗？泰伦是你们的仇人吗？你若老老实实不出声，就不会死了。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呀。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那家伙是怎么回事？我正在招募愿随我同流合污的志愿者呢，暂且关注你们俩一下好了。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穆奇，大家都喜欢叫我稻草人。在西部若没有团队的支持，很难取得各自的利益。我欣赏二位的作风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一条战线。再会。咦，不见了，是魔术吗？不是魔术，是法术。法术？听说西部里偶尔会遇见法师呢，有点意思。木子乔，刚才那么多枪口对着我，竟然一颗子弹都没中，连擦伤都没有，还真是一群饭桶。是大哥你的刀法变快了，照这速度下去，搞不好哪天你能抢到一个武斗节的名额呢。那种虚名毫无意义，我只对那宝物感兴趣。哥老，从哪边？直接在强力暗示我，就走这边。的确，那边越看越可以，一定有泰伦的线索。木子乔，不是我吹，我的方向感一向很准。我强烈同意，因为我也是这样。泰伦，前面有镇子。李龙，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。李龙，风马镇好热闹，这里比平安镇繁荣。我也第一次来，听说这里专门饲养好马来买卖，所以商人多。亚当，你又来光顾了。爷爷说只喜欢吃你们家的糕点。这几匹刚收的马抖个不停。哎，真可怜，看见生人不习惯吧。呀，糟了，马惊了。妈呀，小心点，危险。亚当，我还没交你钱呢。达子叔，借用你的马。亚当，看你了，一定要拦下他们。可恶，搞不好会踩死人的。出事的话可没法向司长交代呀。叫啊，那想躲我干嘛？那样很危险啊。不好，被他发现了，故意破坏平衡。啊，他在空中转起来了，竟然凭借离心力找回平衡。叫，停下。成功了，厉害。这少年是谁啊？